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1号，我想要记录一下现在这个时刻。今天早上我们的首相宣布说，下个礼拜一5月4号开始，逐渐的大多数的行业企业都能够恢复那个营运还有营业，所以下个星期一我就可以开工了耶！听起来是高兴，但是大家防疫措施还是要做好哦。说那个 T-Life 的 Boba 奶茶醋的 Ice Cream， 今天我就去买来试车看看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怎样。很多车 parking 的，如果是平常天的话，现在位置多到疫情的关系。买到了，等一下试下看它的味道如何，再跟大家说吧。好了，刚刚买到了这个 T-Life 的波霸珍珠奶茶 Ice Cream， 现在先回家先吃个饭，等一下才示范给大家看吧。嗨，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要来试吃这款 T-Life 波霸的冰淇淋啦，今天刚刚去买的，很想吃一些甜品。在这个行动管制力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家，我们比较少出去，所以今天来试试看看它的味道如何吧。我想应该是很好吃吧。好，现在来打开。因为我听朋友讲说是好吃的，今天我就去这边买了。珍珠，它的珍珠比较硬啊，这个感觉就是你在吃拉丝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颗东西出来，就是黑色的珍珠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不妨去试下看。现在据我所知，在 Seven Eleven 可以买得到 T-Life 的一些的粉糖啦，不是全部啦，是一些 selected 的一些粉糖啦。它的味道哦，这个 ice cream 的味道比较淡啊，我知道是比较淡啊。如果你喝它的奶茶是比较味道是比较偏甜，但是其实我这个吃到这个还好，没有那么甜。其实它的那个冰淇淋哦，它是很绵密的。T-Life 它其实是跟那个 Walls 的雪糕是一起合作的。装也是蛮美一些，蛮吸引一些啦。因为我之前在 IG 上啊，看到 T-Life 的那个官网有 post 嘛，可能身份里面我给一个5分左右啦。好，大家去买来吃下看哦。下个星期一，马来西亚就可以恢复开工的一个状态，我相信在马路上都是非常的塞车的。好了，大家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